问一下张老师怎么看？这里面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发行新货币啊。好，他里头讲啊，如果说万不得已要发行新货币，好收回旧币，那这样子的事情在近代有两个国家做过，好，一个是日本，二次大战战后，因为他通货严重膨胀，所以呢，他就宣布这个要发行新币换旧币，他是说你这旧币呢，定期要用一定的比例换新币，如果你不想换，你就存到银行去，存到银行去，这钱就不会在外头流通，好，存到银行去，这个国家的这个流动性也够了，然后这个贷款也有钱了，然后在外头就不会这样炒作，就物价就不会炒。那目的这为什么要这样干？前几年印度也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新币换旧币，啊，也是旧币赶快拿去存，不然旧币会作废。目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当时印度贪污腐败很严重，很多人的钱哦，就像最近的，啊，有人在这个什么地区的什么铁路上，好，掉了一笔钱，好，几百万，但是那个没有办法说明那些钱是做什么用的，哪里来的，因为它是银行体系以外的现金嘛，好，那很多地方呢都会有这种银行体系里以外的现金，是不是钱？是，可是你管不到，好，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说你这些人所有就要把现金拿去存，不然的话你不存现金就要作废，好，这是打贪，好，前面日本那个做法是打通膨，对，所以你今天这个录音这样传出来，就是是不是暗示着中国现在同时要打通膨，也要打贪，有可能，好，所以这个说法到底谁讲的，我认为不重要，因为这些说法譬如说这个你觉得谁讲的不重要，但是他放这个风向比较重要，而且这个风向让大家流传，他没有被中国的网管资管下架更重要，没错，因为中国官方的这个重要的这些机密也好，报告或者是学者的谈话，甚至习近平的桌上会不会有这个李克强这些重要政治局常委告诉他现在有产业外移的问题，有通膨的问题，有打贪的问题，这个不用怀疑，一定有，他绝对知道这些事情，好，那他需不需要讲出来给大家听，我认为也不需要，因为这些事情是大家都知道，重点是会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现在来讲这个货币的问题是中共下一个重点，因为你现在如果废掉旧币换新币，在当年的日本二战刚结束那个可以，因为那时候日本刚战败，现在印度也还可以，因为印度卢比虽然印度是一个大经济体，但是它还不够国际化，你现在中国如果突然宣布说旧币不算了换新币，那么还有很多的人民币流通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那些钱怎么办，所以这个会造成这个中国对外的金融债信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不敢贸然这么做，但是如果这么做就好像前不久他说这个一兆美元的这个清朝的债券作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货币其实也就是债券的另一种形式，对，只是它是没有利息的，那而且这个基本上政府是不用清偿，你拿，但是你拿着它可以拿来完粮纳税，所以也是可以满足这个对政府的这个债务，所以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就代表他现在就是准备要豁出去干，我觉得这点是很值得注意，这个补充一下这个票证制度当时是非常严格的，甚至有一个传说在毛泽东过世之后中央政治局开会，开得很晚，结果呢这个时候中央警卫局局长也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大家来晚了要吃宵夜了，吃宵夜是这个榨菜肉丝面，结果呢大家就很开心就准备要吃了，结果呢他说还是要收粮票，一个人呢半斤，结果很多人傻眼了一碗面就要给我收半斤的粮票，连政治局委员都得收，后来说那半斤太多，四两四两，还有很多人没有带粮票，对，因为出门要带那么多种类粮票，而且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时候晚上要吃宵夜，因为面里头有面有肉丝主粮，所以要缴粮票，哦，真的，对，大家没有粮票的人还不能吃，后来他还要借粮票，所以他说这个还讨价还价，就说这个半斤就是五两，五两太多四两，所以这个时候的连政治局的委员都这么苦哦。对，当然这个传说有待考证，但也代表就是说连政治局委员都严格的就是凭票论证这个，所以基层老百姓呢就不要这个计较这个问题了，大家这个就是这个生活都是一致的，所以呢刚才汪浩大哥讲了一句话，就是那个那句话格言，辛辛苦苦四十年一觉回到文革前，这个是这个说法有很多种，
最早的说法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哦嗯、初期的时候提出来的，他不是他自己提，但是就是放一个风声，就是说、哦、中国大陆那时候经济经过文革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嗯、所以呢辛辛苦苦三十年、嗯、一觉回到解放前，就是1979年我们已经解放三十年了，结果现在经济状况跟解放前还要差，所以呢就是辛辛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所以还是要来这个大家来跟从我的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吧。